都叫你蕊蕊吗？对呀。对呀。有鹤岗的呗？对呀。我哈尔滨的，跟你挺近的。挺近啥呀？挺近那老远了。哼。老远老远老远了，得坐火车去。鹤岗里台湾人不？台湾是啥意思？这不是北京吗？这是南京。啊我，这冲哪瓜了？哎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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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南京你以前没来过对不对？南京总院我知道。南京总院。但是南京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你怎么就只知道南京总院啊？因为南京总院比这还远呢。我这句没听懂呢。他说从他的酒店到这里还远。明白。那个中山东路，在中山东路上。能不能别跟那歌说话？你上舞台，你当主持人，你得跟孩子说话。我是在跟孩子说话呀。你对我的业务能力有怀疑的？你觉得光头爷爷不太会跟孩子聊天是不是？是啊。跟孩子聊天应该怎么样？你教教我们。你能不能说点娱乐的？你说这都不搞笑。那我要说什么才搞笑？按他这个标准，我跟你说，像咱俩这样的人都不一定在这个圈有饭吃。我说你咋那么能说呢？我这嘴就巴巴的不闲的。我这嘴巴巴的不闲的。我可喜欢你们东北了，你们那饺子可好吃了。我们那没还有馄饨饺子。你会做饭吗？我哪会呀，我这么点不得做饭烫着我呀。钱了，花了。我们前不久来了一孩子，也比你大不了一丁点儿，人能弄一桌菜呢。你说啥呀？我都听不懂。你是不是非常多的粉丝啊？粉丝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喜欢你啊，从网络上看你的影片啊。我上过老多的舞台了，累死我了。人红就是没办法。哎，你跟我说你有多少粉丝？60万。哇！我们现场表演一下好不好？我听说有一个节目的名字叫《雨露均沾》。对对对，我的手绢。自打我建功以来呀，家独自火山城。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见得出我一人。皇上可不听啊！你除了宋小宝，你还会学谁？别人？大河向东流啊！等会儿还有道具，有道具。还有这道具？你吓我一个好朋友，郭碧婷。大河向东流啊！真的太好了。全是老娘全都要说说想动动你呀我呀你的王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出专辑当歌手。什么歌手？饶舌嘻哈歌手。哦，要要。阿姨，你是哪来的人呢？怎么那么有才呢？我还会动下巴，你会吗？搞不搞笑？乐死我了！这孩子咋那么带劲儿呢？可带劲儿！那个姐姐也长得可带劲了，长得多漂亮啊，像大美女。那我呢？我带不带劲？你也带劲，我也带劲。那我们俩谁更带劲点？都带劲呗，你就必须选一个。